2023高雄灯会首度回归地区灯会，我们也特别选定这个指定为观光地区的左营莲池潭来举办。那在灯会期间是1月26号到2月5号，那我们也特别为了促进观光旅游的发展还有地方的参与，特别推出这个加码的这个补助方案，只要15人以上组团到高雄左营莲池潭看灯区，然后并且在高雄住一晚，然后同时也到我们左营莲池潭周边的这些庙宇来参香，我们就加码补助平日6000元，假日5000元，希望能够让更多外县市的朋友看到高雄，看到左营莲池潭的美丽。也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县市的好朋友，过年期间灯会期间到高雄走走。